听的这些个其实都是有个早的，也是三两年前的了，应该是，是吧？对，这一两年的更通俗一些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体育馆演出，吵起来5000人8000人的，还是以普及为主，啊，特别资深的相声观众在这个现场他不会特别满意，嗯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，可能有的时候略微俗一点能接受吗？我说的是通俗，而并不是庸俗。那个庸俗也能接受，底线很低的。天下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和一个演员能被所有人都接受，啊，因为这很正常的事儿，所以说有不喜欢有喜欢就得了，对，图一热闹呗。反正我把这玩意儿看得也简单，不是不尊重艺术啊。这个说的根儿一句话，你说拍电影啊，说相声，做节目，当总统，什么种白菜，它就是一手艺，一工作，是养家糊口呗。你愿意升华，那是另一个层次。往低处说，就是找一活干就是。可能我们就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所以拍不出您这么好的电影来啊。我们慢慢熬着吧啊，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拍出来。